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注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从下半段看起啊，又净土修真仪云，世尘之理观，能发九境之模式啊，这是讲修观，修观也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是以五蕴生死明暗之法为境界？净土的四观呢不一样啊，净土这四观呢，它是以阿弥陀佛古人清净功德为净土，永绝模式，这还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什么会有模式？只要没有离开五蕴，没有能离开生死，就会出模式。那么换一句话说，六道里头有模式，四圣法界比我们强啊，他们最低阿罗汉声闻法界清净心显现，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净土的观法完全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心无邪念，念佛人讲功夫就在这一句。我们念佛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啊，给这一句佛号混杂在一起，这个就会有模式。啊，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锻炼。练什么？大乘经里都说得很清楚。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不起心，不动念，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啊。那升起这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相续不断，一句接着一句，这是生心。这生的什么心？生的阿弥陀佛的心。啊，是以阿弥陀佛为境界，永绝模式。下面说得好，心无邪念时，圣境显现，光明发现。光明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懂得经题上的开示啊，啊，这个经题后半段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心现前，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跟毗支佛都在这个境界里。光明发现，啊，这是小果。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没有分别，重要啊！啊，你第一个得到的是清净心，向上提升是平等心。平等心是四一心不乱，清净心是功夫成片。觉这一个字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啊，大彻大悟啊。弥陀果得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末世，西方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末世。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无处不照，光明所照之处，生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哪里会有模式？啊，当然没有。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珍宝殊胜啊！啊，医报也殊胜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实力，啊，力是违背的意思。我们看经文，业无四时，四时是春夏秋冬，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寒暑，没有阴天下雨，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啊，念老的注解注得很清楚。啊，四时者春夏秋冬，寒暑者呢大冷大热，愚民者呢阴雨。啊，彼国十七种庄严成就中，此显第三种庄严性功的成就。啊，愣住里的是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物乖法本。啊，性本来就有，不生不灭，它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都是从它而生。啊，慧能大师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能生，万法是所生的。啊，自信本自清净，不是修的。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它称为本性。啊，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要不具足万法，怎么能生万法？啊，生万法是万法现，不生万法是万法隐，隐不是没有，有。遇到缘，它就现前。啊，缘千变万化，啊，所以自信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现万法不能说生，不现不能说灭，这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是一切万法的大根大本，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论，这是本体。啊，世间哲学讲本体还没有讲到。啊，大乘佛法里面讲到了，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本自具足里头具足什么？具足万法。祖师大德将万法分为三大类，便于教学，一个是无量智慧，一个是无量德能，另外一个是无量福报，
福德了。只要你明心见性，智慧德能相好，就是福报通通现前，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不生不灭，一切称心随意呀，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变魔术，发心功德，本来如是，所以叫如如。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那么这一句是往生论里面所说十七种功德庄严里面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论诸坦然法师著作的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又性是必然意，不改意，如海心一味。啊，海水是咸的，众流入者呢，必为一味。到了陆地上的河流，通通是流入大海。流入大海一定是咸味，啊，所以众流入者必为一味，海味不随彼改啊。啊，不随大地上这个山河河流啊，不随它改啊，啊，它一定归大海，变成一位。那么金鱼天使则四时等一，鱼地呢则无江海山谷之象，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啊，它有七宝池，没有江，没有海啊，没有海洋，也没有山谷，地是平整的啊，大地你一望无际，是平地啊，宽广平整，黄金色地啊，黄金经本里都说得很清楚啊，黄金是铺路的，黄金为地。啊，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珍宝出现的啊，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居民他们的心是清净平等觉，
同居土里面是清净心，方便土里面是平等心，十报土里面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边的六道严重的染污啊！啊，现前我们居的这个时代，21世纪。真正是五浊卧世，佛经上这一句话来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一点都不错，不能不承认的。我初学佛的时候，60年前，我读到这一句经文，我总是以为佛菩萨讲得太过分了。60年之后，60年不长啊，今天这个社会用无助卧室来形容，一丝毫都不过分啊。这60年变化太大了，人把伦常道德全都丢失了。足球里面这一句话硬了，左丘明跟他孔子同时代，他们是老朋友。他在《左传》里面写的：“人气长则要心，气是放弃，不要了，什么东西不要了？无常。”无常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标准。人所以跟畜生道不一样，是什么？人懂得这个五种德行呢？人是爱人的，义是循礼，那个时候的人确实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啊，这是做人的标准。如果这五个字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跟畜生没有两样。所以左丘明说，仁气长，把这五种常道放弃了，不要了，这世界是妖魔鬼怪，这叫妖邪。人活在这个世间苦啊，真正是苦不堪言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都是恶业。恶业之所感是三恶道啊。三恶道我们想想，今天人所造的，谁能够避免？普遍都在造。那么感的三恶道的果报必定超过古时候，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们细心去观察，非常可怕啊！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少数人，在这一生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一门易行难信之法，只要我们能相信，依教修行都能够离苦得乐。啊，离苦一定要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不能再搞轮回了。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苦，连事实的变化，我们有时候感到不变，这个在极乐世界都没有。极乐世界是法性土，人是法性身，法性没有生命。那法性不需要营养，所以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一生决定成功，啊，我这几年体会到的，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是坐着莲花去的，莲花在七宝池当中开了，我们就出来了。这一出来就见佛，佛在哪里？佛在讲堂讲经，我们看到佛了，佛也看到我们了。啊，拜佛之后，看看旁边有座位，座位上有自己的名字，
你不会搞错，你就坐在你座位上去，听经闻法。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在讲堂里听法，越听越欢喜，越听越舍不得离开，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你才会离开。没有大彻大悟，你不会离开的。也就是你在讲堂证得的是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因呢，因圆满了，果就现前，果成佛了。极乐世界真真不可思议。讲堂里面四土全融在其中啊，为什么呢？四土的学人都在一起上课嘛，程度浅的生同居土的，你听的是小法，帮助你断一切见思惑，真清净心，你还是不肯离开啊，继续在里头学，再一提升平等心现前，方便土的菩萨啊，再向上提升十报土的化身大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气呵成。你看进入讲堂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圆满了，哪里像我们这个地方要经历很多事多麻烦。单单就这桩事情，聪明人、明白人，决定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了。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前面讲的依报，下面呢则说正报，于人如论诸人，诸往生者无不净色，无不净心，毕竟皆得清净平等无为之身，无为法身。这一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你在讲堂一定得清净平等无为法身，阿弥陀佛在讲，你在听呢，
你听就能悟入啊，真懂啊，真其如了。你看无为法身，你先去，无为法身是大彻大悟，法身菩萨，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十报庄严土。慈正贤，心地平等，法海也为之迷也。这个经文意思很深很广，你要能体会得到，意在言外，意在文字之外，你要从文字里头看到如来的真实意。那是为庄严性功德成就，先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万法能跟自信相应，就是庄严性功德成就。啊，那我们再说得明白一点，怎样才能跟信相应？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对于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正贤心地平等啊。那么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根除，根尘相接触通通起来了啊。通通起来是怎么回事情呢？造业啊，啊，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境界是我所有的，这就是六道凡夫。啊，起心动念，这个心念与无界实相相应，善业；与无界实相相背，恶业。啊，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恶业感三恶道的果报，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可是你迷而不觉，你没有悟啊，没有悟啊，就真有苦乐的感受，好像我们做梦，梦中有没有苦乐感受？有，梦醒了呢？醒了就没有了。你在梦中，你醒不过来。不但六道轮回是梦中，把你提升，四圣法界还是梦中，六道是卧梦，四圣是好梦、美梦。啊，不管
是美，是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醒过来呢，觉后空空无大心。啊，什么时候你觉悟大彻大悟了？我没有了，我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了。这是真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无大千号啊，回归自信。啊，这个讲这个这个地方讲的无为法身的，就是回归自性的法身菩萨，真的醒过来了。啊，法海也为。因为是平等，我们修福，特别是修净土，平等重要啊！啊，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不能不知道。所以修净土的人常常要念到清净平等觉。我今天平等跟昨天比一比，有没有进步？有进步是好现象，没有进步恐怕会障碍往生。为什么？不清净不平等，决定造业。清净平等不造业了，把一切人事物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假的，是空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了。佛希望我们觉悟，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迷惑颠倒，真正放下就觉悟。第一个，身体，身体不是我，我不生不灭，身体有生灭，身体是假象，众生全是假象，世界也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这一段的密意是庄严性空的成就。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再看下面三段。
心善，无地利。前面是说天时，这讲地，地利，我们中国人讲天时地利。极乐世界，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第一句告诉我们，没有大海，没有江湖，没这些东西。啊，没有丘陵坑坎，就是地点高低不平。啊，地面荆棘是带刺的草。啊，沙土。这些都不是干净东西。铁围须弥是大山，土石登山是小山。啊，铁围须弥我们都见不到，土石登山我们常见，我们常见地面上高起来的，我们叫做山。这下面说，无江海须弥等，继续显先功的成就。啊，须弥者，以为妙高山，这翻译，从梵文翻译。啊，妙高山，乃以小世界之中心，四宝所成，处大海中，出水336万里。啊，外面有9山8海，其外围叫铁围山。啊，那么这是佛经里头讲的天文，跟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不一样。我们希望科学不断的进步，也许200-300年之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须弥山顶中央啊，是第十天所居的。第十天我们中国人称它为玉皇大帝，啊，他所统辖的这个世界，啊，那旁他旁边周围还有32天，一边有8个天。48、32分在他的东南西北，桃李现在当中。啊，四大天王，我们一般人叫四大金刚，他是四王天，
啊，这还都是在欲界。我们上去是死亡天，死亡天上去是逃离天。死亡跟逃离没有离开须弥山。居四天王天呢，居山半佛。南瞻部洲等四大洲，在海之四方。啊，这是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下面有个暗语，这个寡妇。黄念老说的啊，念老是个科学家，学科学的啊。你看他的暗语：太阳绕须弥。过去有人认为，须弥山在地球上，嫌隙误会，须弥山乃叫太阳更大的天体，南瞻部洲啊就是地球啊。至于经上所说的水，指一种流体，海呢指流体汇集之处，非世间之海洋。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要能够会通，不至于产生误会。下面正说宽真自然。我们看经文，唯以自然切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啊，这是为我们说明介绍极乐世界。是我们居住的所在，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学习的环境。啊，极乐世界很大，我们无法想象，真的是不可限期。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它。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非常向往它。为什么？这地方太好了，值得我们永久居留啊！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而且到极乐世界不难，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以自然切宝，黄金为地。自然切宝者，会所曰：娑婆慧果。娑婆是释迦牟尼佛现前这个教区，这个教区是误会，不是净土啊。人不善，
啊，物不干净啊，所以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业，是清净心，心净则佛国净。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妄想杂念，善业恶业混杂在一起啊，现前这个世界人造的业，恶多善少，是变成这个样子。古时候，不要说很久，二战之前，这个世界还很可爱啊。居住的环境不错啊，学习的环境也不错啊，人中国人都受过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那虽然是比不上过去了，但是比今天好太多了。今天的社会要跟二战时候比，二战时候的社会好啊，比现在好太多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地球上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啊，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是45000万。现在我听说将近14亿。这60年多了10亿人呢、啊。那时候4亿，现在14亿。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完全丢弃掉了。印光大师有言，如果完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一味去学西方的，在中国大概不到100年弊病都出现了。现在果然如此。现在怎么办？要拯救。现在有人说，那我们要走回头路，是不是？说这些话，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它是大道啊，它跟大自然的运行融合成一体，万古长新啊。啊，常讲它适合，适合任何时代，适合任何地区，啊，在这个地球上，
过去时候、现在时候、未来还是时候。譬如我们讲一个爱字，所有的宗教都讲爱，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能把这个字找出来，而且它使用很多遍。宗教教育是什么？爱的教育。过去父子亲爱，现在父子不亲爱了，好不好？过去人有家，现在家没有了。过去的家是大家庭，是一个家族啊，一个家族他住在一起。他们实行的是家庭共产。任何人赚的钱，不管赚多少，除了自己生活之外，多余的都要归家里。由这个家来分配，因为还有许多老弱、有疾病的、残障的、没有能力工作的，通通都照顾到。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听说什么社会问题啊，所有一切问题家承担了。那个时候国家没有立学校，通通是家庭学校，家塾。家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由家长请老师在家里教。孩子长大了就参加国家的考试，考取了个这个录取，被录取了就会送到国家学校。那个国家学校，那个时候学校完全像现在的党校一样，是培养国际政府的人员，这个干部的。所以那些读书人就做官了。考取之后读国家办的学校，将来毕业出来分发出去做官。各个阶层的公务人员，没有现在的社会问题。所以您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人，真正读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佩服。英国的汤恩米博士，他完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现在的世界。他说得很清楚，解决21世纪是世界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他讲的那么恳切，把整个希望寄望在中国文化身上。我们自己最近这150年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啊，把自己东西否定掉啊。
这个是错误啊，这是招来现前社会的动乱，招来地球这么多的灾变啊，这个科学家承认的，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环境和地球，乃至于这一个银河系啊，跟我们的念头有密切关系。我们念头善，念头好啊，能感动他，他也会正常。我们念头不善，妄想杂念多啊，自私自利，把他们的秩序破坏了啊，他们会带给我们的是灾难。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现在也告诉我，所有物质现象跟念头有密切关系。念善，它就变得很善；念恶，它就变得很不善。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汤恩比的话没错，我们有理由相信的。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自然切薄者，会于所缘，娑婆会故，杂业所感，故以泥土瓦砾为地体。这大地是什么？是泥土，是瓦砾。那彼土，这讲极乐世界。专以无漏净心所现，我们这个地方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心所现。你看不一样啊，净心所现的是七宝为其体，是布施持戒所摄取也。心不造作，故云自然。那文中心不造作，故云自然，于论著所解的性功德成就曰，现实必然意，同样一个宗旨啊，同一个说法，盖性德自然，非可造作，是自然意。修德有功，性德自显，必然如是，这是自然意。啊，所以极乐世界唯以自然切薄，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这个环境多么美好！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自然的心得失掉了啊，
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必须把自然性的找回来。啊，那就有修德了。修德有功。修是什么？修正。我们的思想错误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现在要依心的，自然的心的，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就是修德有功。修德有功，性德自自然然显出来了，伦理道德包括因果全是性德自显的。我们要以这些做标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才一动，就要想一想，跟心得相不相应？相应的好，要去修；不相应的，赶快停止。这个念头不能生，这个错误不能再犯。这就对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说，修德有功，性德自显，必然如是。这就是自然意，切保注意，介于注经论稍有差异。啊，说的并不完全一样。这里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做参考。啊，本经就是无量寿经上指的七宝是金、银、琉璃、啊水晶、琥珀、美玉、玛瑙，是这其中。啊，这个里头卦符里头告诉我们，美玉唐矣，水晶汉矣吴矣。啊，阿弥陀经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持珠、玛瑙。啊，跟这边讲的不一样，它里头有玻璃。啊，那么这个玻璃不是现在的，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玻璃。啊，玻璃是什么？我们现在叫水晶，古时候叫水晶，叫玻璃。啊，那琉璃呢，就是现在的翡翠，绿色的玉。啊，琉璃是玉，宝玉，啊，绿色的。啊，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啊，砗磲玛瑙。大智度论里面说有金银、皮琉璃、玻璃啊，砗磲玛瑙、赤珍珠啊，这个赤珍珠我们也没见过啊。念老在卦符里说不是珊瑚
啊，说此珠极贵，非常珍贵。啊，般若经里头七宝当中啊，包括琥珀，魏译本里头也有琥珀。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其力，远超世间，了解世宝之名，一座比矿盒。啊，这两个世界不一样，两个世界人心不相同。极乐世界的人心为什么那么好？要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过啊。极乐世界那边呢，没有年月日时，我们这边因为地球自转，接受的是阳光，阳光照着叫白天，背着阳光叫黑暗，叫夜晚，所以有昼夜。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光明，它一切都放光明，身体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大地放光，没有一样不放光，所以它不需要日月光明，它不需要。啊，那个世界就是光明世界。那光明从哪里？从智慧来的。智慧从哪里来？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啊，人人心都是清净平等觉。所以没有邪念，更没有不善的行为。所有一切的不善，到极乐世界上名字都听不到，哪有这些事实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一切诸佛刹土，总结成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变现出极乐世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世界是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比不上，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乘。啊，所以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总结，极乐众宝微妙其理，其实稀奇啊，理是美丽，远超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宝到那里去跟它比差太远了，没办法相比啊。所以用我们这个世界珍宝的名称来做一个比况啊，怎么比也比不上。下面给我们解释黄经为地，见小本经文，经略自然七宝，黄经为地，乃表信德自然之黄金，
等其宝，合称为地也。念老这个说法说得好，那是性德自然之环境。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那或者说四分里面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本身就是然物的，怎么能跟人家相比？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在莲花里面就转识成智了。所以，花开见佛。那个身是法性身，是唯心所现，没有识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还有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纯是真心，没有妄心。我们凡夫要转八十乘四支，难不容易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这都是托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帮助我们转过来。全靠阿弥陀佛，这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没这个本事。下面念拉言为一本谓曰：其佛国土自然其宝，自然就是自信里的经营流利善护活泼车局玛瑙，合称为地。啊，这些都是世间稀有的珍宝啊，极乐世界的大地是无量珍宝所成啊！我们这里没有就不说了，说了我们不懂。所以佛讲经只举几个例子，举其代表圆满，又观经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琉璃地上以黄金身杂事检错，以七宝戒分啊，七宝戒，七宝戒分其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画，又似星月，悬出虚空。观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极乐世界，这都不是人为。
极乐世界起心动念，外面物质现象自然就感应啊，它不需要施工。琉璃地上用黄金绳错综夹杂啊，一切宝界分析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其光如画，光还美啊，又像星又像月亮啊，悬出在虚空。今极乐国呢，地无土石，地没有泥土，没有石块，唯是现得妙宝庄严。啊，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的居民，我们用这个名字好，极乐世界的居民是菩萨、声闻、缘觉、人天，他们有三恶道啊，六道只有人道、天道啊，这些居民是有情众生。三到极乐世界，情变成智，情就是情识，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变成成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唯是现得妙宝庄严。如往生论云，往生论天亲菩萨造的，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他造这个论劝我们求往生。稀有难得，啊，说备诸珍宝现，具足妙庄严。珍宝现是自信当中的珍宝，我们无法体会。为什么？我们现在迷了自信，设自信珍宝啊，我们感到非常生疏，无法体会。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此即往生论里面庄严种种四功德成就也啊，都可以拿着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来对比啊，经论所说的是一致的，我们要相信啊，宽广平正不可限期。
啊，这下面几句要记住：心净土就净，心平地就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整。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平，为什么不平？心不平，心不清净，所以地面染污，严重染污。啊，极乐世界不染，每一个往生的人心清净，心平等，所以极乐世界的土地清净，极乐世界的地平等，还是一切法从心向生嘛。十方世界往生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他用他的平等心，用他的清净心，帮助我们把清净平等心呢恢复起来，行吗？行。也是为什么？因为真心本来是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是真心，不是妄心。我们本有，只是迷失了。不是没有，没有那就难了，有就不难了，他就有本事把我们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要感恩的。不恢复不能住啊，你没办法在极乐世界逗留啊，水土不服啊。那恢复过来了，水土就服了，你就可以去住了。这些全是靠佛的恩德，佛力的加持，佛力帮助我们转换。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事，只此一家了。啊，我们看《往生论》记载里的书。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其此宽广不可限极之意。论注里的说，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者虽众，犹若无也。他是法性土，来生的是法性身。人再多不感觉的居住环境小，啊，没感觉的环境小，啊，在我们这边
像现在的录像啊，你看这个新闻记者外面采访录像，在空旷的旷野啊，能把这个旷野收在这个镜头里面，镜头没有感觉的压力，是一个道理。啊，自信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它是心的所现，它不是法相变的，法相有限量，法性没有限量。可是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言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世界往生论，庄严量功德成就，庄严之量不可限期。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很细心的去体会。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总结，超越十方，请看经文，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微妙其理，清净庄严，妙，甚妙难思也。甚是殊胜的。微妙，微妙者，在妙中之妙。难思中之难思，无法想象。啊，这妙不可言，妙到无法想象。啊，微妙，念老说的更好。难思当中的难思，你简直无法去想象。啊，力美好啊，光华，其意啊，不偶也，没有能跟它相比的，特也特殊，非常。啊，只能用这些形容词。啊，其力者，特意独超之美妙与光华，其力啊，特是特别。
它的美妙超过一切，它的光华超过一切。啊，真的，天上人间都没有。啊，人间无论怎么造，都非常有限，还造成很多染污。啊，天人比我们高明，相信他们的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可能他表演的不留下垃圾，我们表演完了之后留下一堆垃圾。啊，天人可能没有，但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差远了。他正在表演的时候也没有垃圾，清净无染。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极乐之地七宝所成，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似星月，故云其丽。地就美不胜收了。啊，清净庄严，清净。永离染污啊，这条没有染污，庄严居万德也。啊，这个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论著里都说，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他怎么来的？他总得有个来处啊。是菩萨智慧清净业变现的。啊，我们起个念头会变，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起个念头，我们居住的环境随着我们转，我们能体会得到。这一方人心清净，心善良，这一方人这个地居住这个大地少灾少难啊，甚至是有这种情形，周边都有灾难，哎，就是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啊，这个地区的人心清净，心地善良，不造恶业。啊，那么极乐世界他们的清净平等我们都无法想象。清净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敢说。为什么？我们心里头没有那一种清净的概念。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啊，阿赖耶里所落下的种子就也没有，也找不出来。
菩萨的清净心，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我们怎么能猜得到，怎么能体会得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的是一个善人，他的起心动念，他的行为造作啊，这个人心地善良，这个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啊，成就别人，我们只能在这些地方体会啊。菩萨的清净心，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恢复清净心，恢复平等心，帮助他彻底明了诸法实相，很细心去听闻体会，能体会到几分呢？啊，我们再往下看，庄严佛寺，一法性如清净相，法性清净，法性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啊，他没有染污，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头一句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把这个摆在第一，见性身心完全清净，就能够一尘不染啊，我们今天以我们的妄想杂念，怎样保护我们的身体，都是染污。这些都要常常有高度的警觉心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里头。啊，下面举光明遍照第十二品啊，经文上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己。啊，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修行功德不一样，到那个地方的享受还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平等，我们自己还是有业力。啊，
是故，极乐国土具足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啊，极乐世界具足是没有欠缺，在极乐世界找不到缺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待很重的业，杂染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那让我们的受用跟极乐世界化身菩萨平等，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多难得。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往生的功德利益，十方世界不能为比，无论你往生到哪个佛国度里头，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最难得的、最殊胜的，就是叫你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别地方找不到的。啊，唯独极乐世界有。我们千万要记住，决定不能把这一次的机会轻易地放弃了，那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真正错了。啊，应当牢牢记住啊，经上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了。这个经要多念，要多听。为什么？辨别领悟不一样，就是辨别功德不一样。念得越多，功德越深，表现在信心坚固，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坚固，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曾丢失，你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其实是什么样子？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能放弃国王的位置，阿弥陀佛也放弃了国王的位置。世间人要证明白的人要是丢掉啊，不惹这些麻烦呢、啊我们还要动这些念头吗？彻底放下啊，世间事让世间人去管去，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此地。